通的早晨，一只小鸟站在一棵橄榄树上，缓缓梳理着自己的羽毛。小鸟转过头来说：“不好意思，是树仙子苏苏说。”真是个美丽的早晨啊，天空多晴朗，阳光真灿烂。就在离它不远的地方，乌龟淘淘坐在地上，吃着车前草的叶子。哟，这不是乌龟淘淘吗？你在吃啥好东西呢？这是车前草叶子，可好吃了。你要不要也来一点儿啊？啊，我还是算了吧，谢谢你的美丽。不客气。哎，对了，苏苏，今天早上你看日出了吗？今天早上我起来晚了，什么也没看到。萨萨，你看到了吗？啊，今天早上有很多小动物在森林里跑来跑去，我光顾着看它们呢。今天早上日出的方向有一道刺眼的金光闪现，定有大事发生啊！啊啊，果然呀，你们听说了吗？动物王国的最高首领狮王阿里巴巴卡皮巴拉要举行婚礼了。哇，这可真算上一个大事啊！淘淘，你一展天成，这可是件鼎鼎大的事儿。他要邀请森林里所有的小动物以及我们一起去参加婚礼。我们真的也被邀请了吗？相信我，叔叔，消息很准确。婚礼的邀请包括所有的花草树木。啊，那我们得快点做准备，盛装出发呀！那当然了，狮王阿里巴巴卡皮巴拉婚礼庆典一定是最风光的，我们得赶快。狮子洞路途遥远，而庆典不久就要开始了。走吧。乌龟淘淘在一旁望着他们的背影，陷入了深思，连早饭都忘了吃。哎，树也会走路吗？狮王结婚了，狮王阿里巴巴卡皮巴拉要结婚了，这可是件很有趣的事情啊！我也得早做准备，快点出发去参加这场盛典呢。想了整整一天一夜后，淘淘终于拿定主意，第二天一大早便上路了。他一步一步向前爬去，虽然很慢，却一直没有停下。乌龟慢慢爬，我的皮慢悠悠爬，我的皮我是独自走遍了路上找一片树叶吃。乌龟慢慢爬，我的皮慢悠悠爬，我的皮我是独自走遍了路上找一片树叶吃。淘淘爬了整整一天以后，路过一片荆棘丛，大鸟发发在荆棘丛中疯狂地跳舞，试图甩开一张巨大的捕鸟网。
谢谢谢谢。你急急忙忙的在去哪里啊？你知道吗？狮王阿里巴巴卡皮巴拉要举行一场盛大的婚礼，我现在正往那儿赶，你也赶紧动身吧。什么？你说啥？狮王邀请大家去参加他的婚礼，我现在正往那儿走，你也赶紧走吧。哈哈哈哈哈！身旁的捕鸟网被大鸟发疯的笑声颤动了起来，笑把整个荆棘丛都颤动了起来。哦，头头，对不起，我不应该笑。但是你知道圣王冢在哪里吗？那是何主人的地方哦。对，所以我现在必须抓紧时间赶过去。大鸟发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乌龟是整个森林里出了名的慢，就算它从现在开始不吃不喝向前走，也不可能赶得上那场婚礼的。但是淘淘并不这么想。你看我的腿，它们虽然短小，但却很结实。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准时赶到的。我有一双大翅膀，我比你快多了，连我都觉得太烦，你还是赶紧回家吧。不好意思，这是不可能的，我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再见。不听他人的言，吃亏在眼前。没错，那么再见，发发。哈哈哈哈哈。淘淘仍然坚定地继续向前走，越过种种障碍，穿过树林和沙地，日夜不停地赶路。像雨点乌龟也是大，雨水打来它不害怕，雨中散步也不来散，可是藏于草里藏。像雨点经过一个池塘时，想停下来喝点水。咦，那边的荷叶上好像坐着一只小青蛙耶。你好啊，小青蛙诗诗。谁在说话？是我呀，乌龟淘淘。你好慢呀，我都快要看不见你了。瞧你说的，我正赶去参加狮王阿里巴巴卡皮巴拉的婚礼，因为他邀请了所有的动物。哎呀，你走反了，你应该朝那边，还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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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你走错了，永远都到不了了。没关系，至少我现在知道了。非常感谢你及时告诉我。那么，请问我现在到底朝哪个方向走呢？青蛙诗诗被自己搞糊涂了，它躲到池塘后，过了半个小时才跳出来。你好可怜呀，你应该朝那边走。非常感谢你为我指路。只是婚礼后天就举行了。没关系，至少我现在知道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永远都到不了。如果你从一开始你就走对了，可能还有一点戏。现在你永远都到不了了。哎，干嘛总是那么悲观呢，小青蛙？只要我们一步一步坚持，总能走到的。我很无聊，你能留下来陪陪我吗？对不起，诗诗，虽然我很想留下来陪你玩。可惜不行，我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诗诗，等我参加完婚礼，我就回来找你玩。青蛙诗诗望着淘淘离去的身影，然而淘淘没有回头，继续向前走。就这样，淘淘朝另一个方向又走了许多天。
石头旁，他四处张望。咦，这里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想找人问问狮子洞究竟还有多远呢。哇，阳光照在那块大石头上，好漂亮啊，金光闪闪，就像一块纯金的雕像。啊，原来不是雕像，是一只小豹子。你好啊，小豹子。站住，你是谁啊？从哪里来，要去哪里？我叫淘淘，我原来住在一棵古老的橄榄树下，现在想吃狮王洞。啊，我说你要是那干嘛？我去参加狮王阿里巴巴卡皮巴拉的婚礼，因为他邀请了所有的动物，当然也包括我。你还往那改？亏你这个可怜虫想得出来。只要坚持，一步一步总能走到的。这不是速度问题。如果速度不是问题，那就更没有问题啦。你的意思是，你要是敢去参加一个一周前就已经结束的婚礼吗？什么？婚礼在一周前就已经举行了？没有。那就对了，那我肯定能赶得上的。肯定赶不上的。但我现在就是通知你，婚礼取消了。婚礼也不是你说了算嘛，凭什么你来取消啊？你真的没有听说吗？由于非常重要的原因，狮王阿里巴巴卡皮巴拉和老虎思思开战了。现在明白了吗？你可以回家了。开战了？即使是这样，我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啊，你是痴心梦见傻乌龟，你的决定啊，换成个大笑话，哈，笑死我了。正当豹子举着乌龟的背影笑得停不下来的时候，大象灰灰正好路过，他摇了摇头对豹子说：此次你年纪还太小，有些事你不知道。当年有一个轰动整个森林的大事，那得从10年前说起。兔子奥奥在树林里蹦来蹦去，突然他看到路中央有一个又硬又圆的东西。啊，这是什么？啊，怎么回事？怎么踢人呢？啊，乌龟是你啊，我还以为你是一块石头呢，哈哈。你真的很没有礼貌啊。哈哈，慢慢吞吞，慢慢吞吞，跑得快兔子我快快快，跑得慢的乌龟你慢。所有的动物赶了过来，一起看他们赛跑。
小兔子蹦蹦说：“我姐姐兔子嗷嗷肯定欢迎。是”是是，他说对。那可不一定，兔子太骄傲了，别错会犯错。兔子比乌龟快多了，兔子肯定会赢。是是，他说对。乌龟打败兔子赢的。这场赛跑的裁判狐狸先生指着山顶上说道：“你看到那面大山吗？谁先到那小的野，预备，跑！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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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一开始，兔子就蹦蹦跳跳地跑出去了，但是乌龟用了全力，却看起来几乎还在原地。睡个午觉，反正我都会赢。兔子躺在树荫下，微风吹过，兔子就这样迷迷瞪瞪睡着了。过了一会儿，兔子被一阵欢呼声吵醒了。耶！什么情况？在山顶上，所有的动物为乌龟欢呼。我们今天的比赛的冠军就是乌龟淘淘。相信自己的眼睛，你怎么可能赢得过我？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吗？我可是赛跑冠军奥奥。兔子比谁都跑得快，所以它炫耀啊炫耀。乌龟比谁都跑得慢，但它从不放弃不放弃。
过一片干，穿过了一片岩石荒漠时，发现了一棵干枯的树。淘淘停了下来，想找个人问问路。阿强，博兴，我可没有打喷嚏，我只是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神力无敌光头强。啊，对不起，我叫淘淘，只是一只普普通通的乌龟。请告诉我，神勇无敌阿强是狮王阿里巴巴卡皮巴拉的宫殿是从这儿走吗？我应邀去参加他的婚礼。你从哪里来的？我可以告诉你他在哪儿，但这已经毫无意义了。我们伟大的霜，就连我这么聪明的人都吃不了，就凭你怎么能找得到去那个路呢？只要坚持，一步一步总能走到的。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过去的事情谁也赶不上的。我一定会准时赶到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难道没看见我们大家都在哭吗？哎几天前我们跟这么伟大的狮王阿里巴巴卡皮巴拉站在罗虎斯兹的披纱中身负重伤，现在已经不幸去世了。光头强，年纪老，澎湃盛放，森林里的嗷嗷叫，嗷嗷嗷叫。光头强，赶紧抢，跟着狮王去打仗，飞蛾扑火追着跑，追着跑。光头强，年纪老，澎湃盛放，森林里的嗷嗷叫，嗷嗷叫。光头强，赶紧抢，跟着狮王去打仗，飞蛾扑火追着跑，追着跑。啊，对不起，我确实不知道，所以你还是赶快回家吧。不好意思，我不能放弃，我说过一定要准时赶到狮子洞的。你是笨蛋。就这样，淘淘又走了许多天，终于来到一片森林中，草地上聚集了许多动物，长颈鹿在淘淘身旁转了个圈，不停地点头。请问一下，这狮子洞怎么走啊？一半就在对面。太好了，今天这里这么热闹，是在庆祝狮王阿里巴巴卡皮巴拉的婚礼吗？你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吗？大家都知道。随后大家便开始唱歌。